平、公平、正义，相信台湾会更好的好朋友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真的太阳好热，你们辛苦了。我们要给予国昌馆长，也给我们自己一个满满的掌声。我们要向前走，感谢大家，掌声欢呼，谢谢。七年前，民进党说要公平正义，蔡英文总统就职典礼说，司法不让人民相信，司法无法打击犯罪，司法不再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说了这么好听，七年了，民进党的司法改革只剩空壳，空空空，空口说白话，空空超多，对不对？对。我们大家算一算，光最近外役间修法，说要优先修法，结果变成幽灵法案，我们的警察同仁就白白牺牲了。不但这样子，外奸、爽奸、爽奸，是权贵司法的后花园，无人来查，无人来管。我们的警察弟兄流了多少血，多少的生命？恳求民进党赶快修法吧，赶快修法吧！尤其要打破假释门槛的黑箱，让在受刑人、重大犯罪者提高假释门槛，不要轻易放弃，让这些受刑人应该得以的惩罚。尤其我们看到权贵黑金满满都是 ，IME 骗几只狗用，供养权贵。血甲88枪，蹦蹦蹦，造成太阳光电百亿利益摊在阳光底下，也看到采购疫苗排血到现在都查不出来。这样的一个政府不可以信赖，这样的政府可以信赖吗？我上任成立新的特侦组，绝对不会任何党派，我们拒绝任何特权官说，还给全民一个公道，好不好？你看好不好？我相信以我办案的妹妹哥哥，绝对会还给全国人民一个希望。我在这里特别借这样的机会，我们的民怨之首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诈骗，诈骗，诈骗！官方统计，我们一年被诈骗的金额多少？700亿，这是有统计的，没有统计的还有多少？有多少人因为这样子，一辈子的血汗钱化为乌有，家破人亡？这样的民进党还不重视？不但这样子，根据学者法务部的统计里面，这三年来从6万件到13万件，案子办不完，伤害更多的无辜的人，这样的政府完全不可以信赖，要让他下来，对不对？我对这个诈骗案跟我们的警察弟兄好好的聊过很多，怎么打诈？警察很无奈，告诉我说：“我两个被戏，放的放，轻判的轻判，更重要的源头没有管理好。我们的市卫发展部，色情网络平台假投资的广告下架了吗？没有。我们的网络
购物资各自外泄没处理，我们的金管会虚拟货币洗钱管道人头账户一而再再而三的犯案完全不管， NCC 电信境外流动费不追查，法务部司法院轻判，这才造成我们中央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不愿意大破大立展开打诈。所以打诈国家队是在打假的，一波用心嘛。所以警察弟兄说了一句话：将帅无能，烈士三军；将帅无能，烈士三军。所以今天换我来做打诈，骗得越多，判得越重；骗得越多，判得越重，不放过他们。尤其我要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的年轻朋友说，我们的黑道猖獗吗？咱兄弟横行着做，黑道跟枪毒挂钩在一起，无论安怎，予人人民会当惊吓。所以我上任，我会在修法成立中央一个黑道帮派认定审议委员会，严格管制黑道帮派，尤其对未满十八岁参加黑道帮派的主事者及成员加重其刑，瓦解黑道帮派，免惊黑道兄弟在这，伊若敢来，咱就敢了，就敢办，好好彻底瓦解帮派，枪毒从源头管理，大家到顶边，好唔好？不但要这样做以外，我在这里看到民进党完全这七年没有作为，鬼捉海了了，整治海了了，鬼捉胖胖去，拢总无做代志。话阮来做，鬼捉话阮来做，和民进党落台，和好友宜来好好啊做。好好做，唔但爱好啊拼一挂，上重要、最重要的，不但我们对黑道帮派扫荡以外，对居住正义，民进党政府说过三件事：第一个，要健全房地体制，要改变房地产税制，要社会住宅拼二十万户。有做到无？无做到嘛？讲我一本经，做我无一汤匙，一个嘴好累累。房子是来住的，唔是来拆。房子下是来拆，迄是人咧住。所以侯友宜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合作好租，能买，挺青年。合作就是咱租处一定要公开透明，实价登录，然后房东纳税优惠，让咱社会住宅加拼一挂，让大家安心生，优先住，轮候住，让年轻人有机会当住社会住宅。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让因为优惠利率买得起厝，买得起，这是年轻人的梦。当然不要忘了炒房，严格打炒房，重惩不贷。我们合表最主要的是让我们年轻人有一个梦，可以在这一块土地安居乐业，这是咱大家的梦。侯友宜一直和大家站做伙，一直拼司法改革，拼居住正义。在这个时阵，我会问在咱后边，咱公平正义的声音虽然受到打压，您依然站在这，话到这大声，不知道后面总统府、总统、副总统在冷气房有没有听到？知道他不但没有听到，他没有听到，没有关系，没有听到。我们用一波一波的浪潮来推倒民进党的高墙。
让这高墙倒塌，让侯友宜来实现公平正义，让人民有感，让人民有感，我会做到。我相信跟年轻人一起，跟年轻人拼台湾的未来，让台湾的未来，我相信大家，希望大家也相信我。公平正义侯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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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非常感谢哦，侯市长到了这边来。市长，市长，请留步，请留步。因为哦，这个有我们这个诉求，司法正义、居住正义啊，九大诉求，我们之前都公布了。市长愿不愿意撑一下承诺？